南京巡弋。多謝主席，我繼續補充埋少少關於係政府新聞處要削減佢哋開支嘅主要項目。咁我要講嘅係第修正案編號376同377，分別由陳偉業同埋梁國雄議員提出，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府新聞處用於訪港客人及海外演講嘅全年預算開支。嗰個金額係4240萬。如果大家近排有留意傳媒嘅報導，其實都係今個月嘅上個月嘅月頭發生嘅啫。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副處長梁文滔、梁黎燕明及其助理處共7位嘅高層，同《環球時報》嘅總編輯呢位咧，總編輯咧叫做胡石俊。就五線啊！咁呢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石俊咧，同呢班政府新聞處嘅高官食完飯之後咧，就將張相放上微博，就掀起咗一啲風波嚇。啲網民咧就當然係指責話公費吃喝啊，又批評本港政府嘅新聞處咧與五毛為伍啊。據悉，政府新聞處咧係得知啊胡石俊嚟香港。所以就獲邀同對方五線啊！咁從相片大家見到咧，就政府新聞一眾高官咧係傾巢而出啊，同一個《環球時報》嘅編輯去食飯啊！咁當其時7個人，我唔盡列佢哋嘅。其實政府新聞處有幾多主要高層有幾多人咧？就7個人。咁其中咧5個人都有出席噶啦啊！《環球時報》嗰邊出席咗5個人，咁啊一圍12人嘅中菜啊！咁大家知唔知道《環球時報》係咩嚟嘅咧？即係你大家打上網，你就會見到《環球時報》咧就被譽為咧就係大陸嘅官媒啦。咁啊，但當然大家對佢嘅評論係咁嘅：習慣性數據造假同事實造謠。假話說到成自然，張口便是假話，自己都活在假話裡。咁啊，當然淨係一個網上嘅評論就不能夠作準啦。但係早前呢一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石俊去中大演講，亦都掀起一個風波，就係、是、中大副教授周寶松咧係除鞋抗議離場噶。咁佢哋個風波係乜嘢？我唔喺呢度詳述。就係咧，當時咧在場咧都係有過半嘅參與者咧係不滿、不贊同呢位胡編輯嘅講法。佢講法就係中國13億人大多數都同黨嘅看法一致，《環球時報》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嘅聲音啊！我想問嘅就係，究竟政府新聞處一份咁嘅報紙，你都總動員？去同佢食飯啊！咁你有冇同呢個戴紀元嗰個總編輯啊，又共進呢啲午餐呢？啊，政府新聞處如果有冇啲咩指引，係同一啲非本地傳媒去建立關係嘅時候，如果逢係內地嘅傳媒，你都咁樣去招待嘅話，哇！內地真係～好多呢啲傳媒㗎喎，即係個個都話官媒喎，咁你係招唔招呼得掂呢？何況即係平心而論，大家都知道即係《環球時報》嘅輿論呢係幾咁偏頗啊！呢度唔同大家作詳盡嘅辯論，即係連我哋主席冇話我哋拉布，《環球時報》都話我哋拉布，同埋發表評論文章呢係攻擊所謂嘅拉布議員，咁到底係咪？政府新聞處和《環球時報》夾埋咁做呢，咁我就唔知道啦。關於政府新聞處嘅補充呢，我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呢可以支持第370號至到第379號
梁國雄議員和陳偉業議員提出有關政府新聞處的修正，我不再逐條去評論，但我相信呢，憑我剛才所說的資料呢，大家可以判斷究竟是支持削減宣傳工作的全年預算啦，削減用於加強公眾公民責任的全年預算啦，還是最少一些最少的削減項目，譬如有一條是379呢，只是削644,000而已，那這個就是一個小情大戒，要到政府新聞處呢，是檢討我以上所說的問題。本人謹此陳辭。